你介意吗？我现在就开始拍。啊？我现在拍，你介意吗？可以。好。我们怎么去？其实应该不远，对不对？应该也就几百米。但其实走过去也得个七八分钟。是吗？对。那好吧。这太帅了，我就。然后那个画儿先别要那个要正面的，因为可能有窄。是吗？对。自己看。你这也太爽了，这么大一块。对，这个是我当时就刚租工作室，然后在村里面捡了一个板子，然后就让朋友好像是个门板啊之类的，对，也不是，好高，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挡板吧，就是那种跟门一样高度的，我这样我不用刮。你喜欢用什么牌子？这个吗？就看这个好像比较多，也什么都有哈、啊。都有，因为那个。就每个颜色它都有一个牌子去好用。我现在一般用丙烯多一点，因为油画用的少。所以那是暖气吗？是，但不只能发挥微薄的作用。太空漫游。对。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是本雅明的。一个比较学术的关于艺术的，对那边有些那个像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个，像这种的，还有这种，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佛，这是什么佛，跟那个百科全书似的。你有宗教信仰吗？我没有宗教。怪不得又有佛教又有圣经。对，太乱了，我妈过来就一直骂我，就说我那乱七八糟。你是混血吗？我爸是菲律宾籍华人，然后我也是菲律宾籍华人，然后我妈是北京这边的。你的作品，你是想表现什么？我作品一般都是能拍吗？现在一些故事吧，你可以侧着，对，我换。他是那个，因为我都会想一个故事嘛。然后呢，你以前看过那种未解之谜的书吗？未解之谜书有一种人，他那个身上他是有磁场的，就是比如说有那种勺子叉子，他就粘身上，他就像磁铁一样，他掉不下来。这边这个现成品是一个，就这个泡沫，是我画里面一个冰箱吧。这个万磁王，然后呢他过来。半夜偷东西吃，然后这边相当于是他的一个家，有壁炉啊，有电视啊，有这些东西。你喜欢画面饱满一些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般觉得就是画想画东西都画上去就可以了。我之前看过的东西，我有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中间就会想起来，因为我没有草稿，然后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往里加，或者不加，或者是进行一个拼贴，或者进行一个融合，或者一些删除，就看画面需要。你抽烟多还是喝酒多？烟酒不太分家，好像。你要是那个天气暖和一点来的话，能看到我家的猫。
你听电音比较多。电音，然后气氛，然后迷幻都有。嗯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？你小的时候？我其实上过那种少年宫吧，少年宫啊，我也是。少年宫，嗯。当时就画点素描嘛，画动物的素描、速写。然后，对，因为我造型能力还可以，就是而且男生的那个黑白控制的功力还比较可以。就当时我色彩是不画的。就觉得色彩就很啊，你小时候不想色彩？对，画的很黑吧，我画很黑，因为我的要重，对，我理解是那种素描方式，就是暗部加黑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为什么说这个？哦，少年宫是吧？少年宫，对，反正当时对面是横魔的，但我对横魔不感兴趣，我觉得那帮傻小孩一直在那儿，就很无聊，然后呢？所以你小的时候是那种安静一些的，对吧？对，我还挺安静的。因为能坐得住画画，应该是对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后面一直画画，因为那个一直被表扬了。狮子座就是被表扬了挺会的。我也是狮子座。就会很骄傲。然后我开窗的时候，因为夏天有时候下雨，它的雨点就会溅到里面。然后浇了点水是吗？浇了点水。所以我这边会有一些像土什么的扔的，有意思，这个有意思。酒，有，这是什么酒 ？Whisky。我现在很多观察，是可能是一种惯性，比如说战斗机，然后你会随手画一个，然后会在这个基础上面，然后再观察一些，比如说。百度上面的图片战斗机，然后我再去丰富我这个随笔画的这个东西。嗯嗯，这就是我的观察，就是那种半想象的观察。那比如你灵感都是从我哪里来？有时候是从微博吧，有时候微博逛一些新闻就会比较二，然后觉得有时候还挺好玩的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观念性的，我觉得它观念性是好玩的，不是说它放在画面里面怎么弄，而是它观念性就可以玩。但是我还没太用这个书啊，因为这个书是啊，俗语大词典，还蛮好玩的。你说这很多，我随便翻页，亡人入土为安，嗯，就你对可能对艺术的理解，笑，或者是艺术家这个身份。我对艺术的理解吧，就比较自由，应该最自由的事情。嗯，而且你也会想要表达，对吧？也是表达欲比较强的，对吗？差不多。对，就是可能吧。嗯，不过就因为我也试过别的工作嘛，然后都是有点干不下去了，都是主动辞职的。还是觉得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自由职业者。嗯，但如果实在过不下去，我就再去上班。嗯，我喜欢这个回答。
还可以吧，我这是月光族。